怎么渴望过多留风，给我们爱生活。明天还会有什么？什么呢？微笑，别怕困难多。不怕。我有最强的宠物，不如就在手中。喵喵，火花和水蓝蓝。最好的伙伴，一起探险并肩战斗，绝不怕苦冷和恩佐，拥抱在魔法时刻 We 勇气能开出花朵 And we 相信天空一定有彩虹，勇敢洛克。居然潜伏在岩浆中，冰梦是岩药甲，强大的龙系宠物，善于用火，能力非凡，异常强大。请问照片里的是你吗？你好，我知道另外一只一定是你的好朋友。啊！冰梦，冰梦，冰梦，不要！赤炎药甲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们不是来冒犯你的。好厉害的龙之气息！啊，又来了！这赤炎药甲蛮不讲理，又强大无比，我们还是先避开。冰梦，冰梦，冰梦失灵，冰梦，快跑！冰梦，冰梦，万丈悬崖。好险呐、冰梦，怎么办？冰梦，他走了，好险，好险。雪原，可莉，小火苗，老克，你那边居然是雪原，你那边居然是座火山。隔着一条峡谷，居然是完全相反的气候啊！这里还有奇特的强大宠物。给我说说这两只宠物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你只拿临摹图来，难道是有什么玄机？国家机密也是你该问的吗？不该不该，我只是一时好奇。恩佐和雪莉刚好也有赤炎药甲和冰龙王的记载。陛下请看。看来赤炎药甲和冰龙王小时候是好朋友，但是他们长大后却只霸占自己的地盘，互不来往。但他们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？好热呀，你那边真凉快，能过去就好了。
我还想到你那边取取暖呢。不如你泡块冰块给我。这个主意好，我泡冰块给你，你泡些烤热的石头给我吧。冰呢？果然火山中冰最珍贵，雪原里还是火最好啊。冰与火？冰与火？对，冰与火。如果赤焰药甲能和冰龙王在一起，那么他们的寒热刚好能中和，